你不用念稿子，就讲你自己说。啊，行，我不念稿子，这台词儿这个也是我们的专业。哎，我希望你下面给我讲的不是背台词，您的话就直说啊。电影确实很棒，我看过你演的这个泰囧。大量的游客到他们那来旅游了，后来泰国就给你什么奖励吧？没有，后来去了以后突然一看，费用高很多。胖子就说要再给更多的政策优惠，甚至税收支持，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空间，而且包括舆论空间。有关部门大家都听到了。